上我们要来欢迎的就是来自 Reenah 幼儿园要为您带来的表演有24节令鼓，使得我们掌声来欢迎。那据我所知，这个24节令鼓队呢，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全世界只有三支年龄最小的鼓队。 其中一支就是大家即将欣赏的这个24节令鼓队的呈现。好，那我们将会以这个气势非常澎湃的，蓬勃的这个24节令鼓呢，来作为今天的开场节目。当然呢，我们希望呢，现场的所有朋友呢，我们一起在欣赏我们这个24节令鼓的表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呢也要以这个呢非常独特、新三原创的这个表演艺术呢。 我们也是要为他感到光荣，同时呢，也要给我们的24节令鼓最热烈的掌声。是的，也给我们的老师们掌声一下哦。那现在呢，我们的小朋友们要登场了。那当然，老师就要先把这个鼓阵呢先给摆好先。是的，同时呢，我们除了罗浮古庙呢，是我们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同样的24节令鼓呢，也是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呢这个鼓队我们现场的朋友呢需要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鼓励，因为年龄真的非常小，是我们的小朋友来呈现，而且呢，刚才据我所知。 那我们从2009年开始呢，距至今呢，他们已经有超过200位的鼓手，而且今年最小的年龄只有5岁。哇哦！那我们相信呢，小朋友很期待，我们大朋友也很期待，老师好了没有？好的，刚才我们提到全世界年龄最小的三支鼓队，其中一支就是我们 Reenah 的24节令鼓之外呢，另外两支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当然呢，我们这个 Reenah 的24节令鼓队呢，也曾经到潮州做交流。现在马上来邀请到我们的小朋友们登场。 是的，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今晚间的第一个节目，我们希望现场的朋友给予最大最热烈的掌声，因为呢，除了是第一个节目，这个呢也是我们新三人的原创，新三人的骄傲，掌声再次欢迎 Reenah 24节令鼓。 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是的，大家也留意一下舞台上到底年龄最小的5岁是哪一位啊？每一个都差不多一样高，是非常可爱。好，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们啦，小朋友，再次的掌声欢迎 Reenah 幼儿园24节令鼓。
哇，谢谢非常可爱的小鼓手们。哇，你看到他们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来去把这一个24节令鼓来给呈现出来，就每个都哎很有架势哦。